但我是不会那么玩的。跟你撒尿呗。这局还不如死，可能回家买个大魔棒，整不多。我玩不了了。飞血蓝猫，我个人的理解，好吧，是可能是高分局更适合吧。蓝猫这个英雄在低分局，就平时也不是低分局吧，就是节奏不快的局里面，你们去出一个飞血，我觉得是很影响你们的节奏的。因为我觉得出了飞血以后，它的单杀能力是有限的。它提供的是一个续航高机动性，更好去边路去打干，可能团队收益是有比较好的话题的。但是整他整他兄弟很积极的整他，节奏快可能是比较好的，节奏慢啊我觉得一般。哪有的一波这么牛逼，有呀，这一波开下吧，我感觉我被勾引了，其实我直接走放残影收兵是不会死的，他那个叫干嘛，那个我只要回头他顶个塔防，我确实要死的。这把因为中路两个人分了几波兵的经验嘛，所以这波五分钟是到不了六的。兄弟，这个人都也不让吗？妈的，急还是妈的太急了！等他出了这个诊断，我有大辅助。整他们。
这波还是很怕我。我往这边先走，不急着去往前滚，直接滚他身后，滚过来，一个残影先打上去，给他两级拉拉 A 往前走，残影 A 死。哎，有点难，有点多啊。肯定会过来反，好吧，不是不是肯定会过来。算了。Nice。 这边要图图勾引一下。着急，骷髅出了个灰影，这波要把目标放在影魔和莱恩身上，好吧，正面的骷髅王这些不是我处理的对象，影魔摇了个大，可以，那我就去找莱恩了，紫渊到莱恩，滚过来，拉他，先把蓝人一宰，然后我滚走，回头开恢复，哪个攻速？伐木机还是很能扛的，不着急，好吧。往这边滚，滚过来杀他，给他，给他，给他，滚走。只愿他，我就知道他跳过来，好吧。给他，他过来，给他，给他。就剩一个骷髅王了，一个被动，救一下他，剑圣来了。没躲掉，躲不掉。我们现在输团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人不齐。人齐，我们家是不可能输团的。拿过来 A 八。还没滚好吗？